雄传之筐出胜利，篮筐下的守护神。上集说到，美羊羊自告奋勇加入球队，但他的球技无法通过考核。美羊羊鼓励自己，要像自己喜欢的篮球运动员一样勇敢坚强。经过刻苦训练，终于加入球队。空位已经有了，合适的中锋又在哪儿呢？大家过来喝点水吧。好，谢谢班长。恭喜大家进了篮球队啊！我还特意做了营养沙拉呢。哇！烈羊羊前辈，你也来吃一点吧。我就不用了。班长真的好像我们的守护神一样，什么都为我们准备好了。班长，你也多忙一忙自己的事情吧，整天都顾着我们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要忙，如果有的话，给大家加油打气，就是我最想要做的事了。班长真好。班长，不如你也来打篮球吧，这样我们就能一起玩了。对呀。我就算了，我没什么天赋，在一旁给大家加油就行了。重大消息，重大消息啊。刚刚收到通知，后天要带齐人去报到，要是我们再凑不齐人，球队就会被取消参赛资格了。什么？取消参赛资格？我们现在有小前锋、大前锋、得分后卫、控球后卫，那么我们还差中锋。我们要去哪里找个中锋啊？像我这种天才，身兼数职也不是不可以的。你不行，中锋是全队攻防的枢纽，不仅要有高大的身材、非凡的力量，更要有守护篮板的实力，可以说是篮筐下的守护神。守护神？难道我改打中锋了？真是能者多劳啊。你的身高还不足以胜任这个位置。我们需要针对中锋这个位置再一次公开选拔。连我都不行，还有谁可以吗？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防守力量都不行，身高和跳跃也不行。马上就要报名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如果没有合适的中锋，我们的队伍将会有致命的缺陷，不可能走得远。我再去找找有没有人选吧。
我们继续练习吧。嗯嗯。没事没事，幸好有你。不过班长，你真的好强壮啊！大家没事就好。喜羊羊，你说我们真的能够凑齐五个合适的队员吗？所有人集合。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。教练，再给我一个晚上，我一定能够达到标准。醒醒吧，那样还是只有四个人呢。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合适的人选。身高、力量，他都没问题。哎呀，教练，你快说是谁吧。教练终于认可我的天赋了。哎呀，请让一下。就是他。不愧是暖羊羊，测试基本全都过关了。沸羊羊，你和暖羊羊比试一下。要和班长比，不用了吧？你不是很想当中锋吗？试一下吧。村长，我对不起，我真的不会打篮球啊。那也没问题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吧。是我的，嘿嘿，哎，是我的啦，嘿嘿，好高大呀，哇！在比赛中，你的身高能够很大程度地帮助你抢到球。当球在空中时，你只要想象自己是在帮小朋友取卡住的风筝。帮小朋友取风筝，你只需要尽力跳起来，利用你的身高优势，那就一定可以抢到篮板。拿到了！哇，班长好厉害哟！那是当然。
不行。守住篮筐的要领就是要不断挡住对手，好像保护朋友不要撞到梯子上一样。记住，你只要做你平时做的事就行了。保护朋友不撞到梯子上。暖羊羊防守犯规。比赛结束，这一场算打平吧。班长，请带领我们走向胜利吧。我好像也没做什么呀，我只是在做平时做的事情。随便打就这么厉害呀，太羡慕了。班长，加入球队吧，这样我们五个就可以在一起了。我。来吧，班长。永远守护在队友的身后，不顾一切的守护我们的篮筐，这就是篮筐下的守护神。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。守护大家吗？我愿意试试看。羊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可以了，比赛加油！大家报完名就过来拍照吧。